Go! Opa! Und hier war. Oui. Все. Все,稳一点。哎，对，这张不错啊，这张非常好。这张也不错啊，保持，保持啊。昨天好像喝高了，头有点晕。那不是你喝高了，你没觉得姐姐现在也特温柔吗？因为现在4200米海拔，姐没法打死你了。姐现在跟你一起来自东厂。像是失去神经，感觉不到呼吸。今天又迟到了，今天又迟到了。天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快乐，你又迟到。说吧，今天扣你多少钱？天总，今天穿的真好看，妆容也精致，身材也曼妙，这么好看别罚我了。我告诉你，迟到对我已经没有用了。你现在越来越过分了，迟到都不看点了。不是天总，我觉得咱公司应该弹性上下班。我昨天加班那么晚，我根本起不来。你加班？你在加什么班了呀？我昨天不是陪你吃饭了吗？回家都12点了，你说算不算加班？让你住我家，你不住，我不管。自己看看都几点了，都11点了，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，扣你一天工资。哇，天总，这是卡西欧的手表吧？看看这桀骜不驯的轮廓，凸显的是天总霸气的展现。加上这活力运动的反间配色，又是你可爱的一面。这卡西欧手表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吧？看你好眼光，过来，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呀，天总？现在才买的品味，搜索千岁就能看见我推荐的卡西欧手表啦。来，上新同款，看你差一只手表。月25为品味大台日，卡西欧手表现在折后折在打7折，价格超优惠，为品味100%正品保证。买到就赚到啦！哦，天总，那我现在就去买。那你记得和我买同款，这样我们就能凑一对了。哎，好嘞，天总。哎，你怎么坐在这里？我穿高跟鞋把脚崴了，你可以背我上去吗？有蟑螂。哥，你看我身边这么多妹子，你看你都还挺喜欢的，是吧？也挺合适的。对吧，都有机会。哎，你跟我过去，我真的会对你好。你真的就喜欢我吗？哎，我就跟你讲，现在不管出现过什么样的女人，我都不可能会喜欢上她。我这辈子我就喜欢你，我要跟你唱一首告白气球。我给你告白。来吧来吧来吧。在那河畔做干的咖啡，我喝一杯品尝你的美，留下春意的醉，好有感情啊。亲爱的那上夜，你的眼睛在闪躲原野。我不愿意。啊啊，明天跟我交家长，赶紧走人。错了，你这是在影响正常的课堂秩序。你瞧你把墙给我挂的啊！我说怎么上，迟迟上不了。哎呦妈！您好，这里是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。您好，这里是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。嗯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先生，请不要学我说话了吧？先生，请不要学我说话了啦。我们中信银行卡系列有商城消息卡、星座系列、城市系列、职业系列、态度系列等等。先生，您想了解哪一款？哇，这是高冷，这是高冷呀！你赢了。Ready? Yeah, let's try.Hello, no matter my wish, get a little lambo. Talk color, keep the name, miss for a shine. No masterpiece. 10 bad bitches in there after me. One bad bit look like a masterpiece.心沉沉雨蒙蒙，世界只在你眼中，相逢不问为何。
No masterpiece。 不是女生一生气就会变成哑，而是说了你又不听，听了你又不懂，懂了你又不做，做了你又做错了，你还不改，改了你还不服。哼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找遍全世界的女孩，每天跟不同的新欢秀恩爱。如果我皱一下眉头，算我。您好，这里是中国联通。做我女朋友吧。抱歉，先生。有房有车。先生。户主是你的名字。那个。真把我希望。是这样。好大。我。我妈会游泳。不是。你观察半套餐最贵的那种。好的，好的。Thinking about you and I can't get you out of my out of my。哎，这感冒了，这难受啊，这成都的天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。早上好点没有？吃药好多了，就是吃东西没有误。行，你搁家待着，我去公司看。你先去吧，下雨打点伞。洗头戴帽。嗯，别开车了。就我这手，谁还能把我撞了？我怕你把别人撞上。回来，我没说完呢。哎呀，知道了。知道啥呀？你知道？哎呀，我这也不放心呢。你等会儿，那个外边打雷了，不能从树底下走啊。那个打雷天不能玩手机，你告诉那个保洁一声，刷厕所的时候不能总用洗洁精，得用洁厕灵。我再发现他有一回他从厕所抽烟让我逮着，我肯定罚他啊。那个中午别中午订外卖了，中午你就去食堂吃，食堂饭虽然也是不咋好吃，最起码健康，跟他说一声多加鸡蛋，你就说我说的。急着我气通了，啥音乐配的，这后期还得会。点菜了吗？点哪。哎呀，怎么了嘛。耶，恋爱干净的啊，啥都不得随便，吹呀呀的。叔叔，打个招呼。烦死我！哎，我舅舅说的，你帮我喊点亲戚回来打个折。真的。老板，麻烦了。老板。喂，宝贝。哎，杨磊。啊。你在咋着？我在搓个脸吧。我在上班。滚。你咋说？马水是你啷个样呢？我是干的很，我干。也得干是吧？我刚刚吃完火锅出来。啊？哎呦，这两天下雨，车都脏死了。妈呢？有病吧？开我车了不起是不是？差一步没满就牵着手走散，差一步 get back my friend。We are perfect tonight。垃圾是这么乱放的吗？我行行行，你不用说，你不用说，什么都不用说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现在看着你，我不。
现在什么人都有。哎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女生永远不要在你男朋友的兄弟面前秀恩爱，因为他兄弟见过的女朋友绝对不止你一个。他爱不爱你，他兄弟比你更清楚。难搞。外卖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明天就要辞职了，有两句话想对你说。两年了，确认过一次，我遇上对的人。我是一路看你胖过来的，少吃点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知道你会为我停留，时间也会随着过得很久。说什么好，念什么糟，心如此情却无从知晓。爱像触摸力，越苦涩越甜蜜，悄悄地在心底说一万遍我爱你爱你。借我勇气，慢慢地藏在心，一步步走向你。给我爱的魔力，不退缩不犹豫，爱你爱你，随便奇迹，爱想改变的勇气，都是一